走到哪就碎到哪，大陆风景区的玻璃桥配备超逼真的声光效果，把游客吓破胆，直接腿软跪到地上。不过在河北邯郸东太行景区，玻璃桥竟然是真的碎了。这个玻璃已经碎了，看到没有？你看哪啊，全碎了，玻璃全碎了，看到没有？就这样还照常开放啊，这是事故隐患啊。你拿着玻璃啊，你的手机拿就掉了啊，你看你看。游客拍片爆料，玻璃桥桥面碎成一片一片，而且竟然只铺上木板和地毯就继续照常开放。影片一出，吓坏大批网友。工当中工具给掉了，砸的，因为它比较尖嘛，从高空掉下来，就一个点一触发，它旁边是会有这种就裂开嘛，就碎纹，通行它都是可以通行的。景区人员表示，虽然玻璃桥桥面真的碎了，但没有危险性，还是可以通行，甚至强调玻璃桥的材质真的很安全。我们这种工艺是特殊的工艺，双层加胶玻璃，光更换的时候用锤子砸了两三个小时才把它更换掉。虽然目前景区的玻璃桥已经修复完毕，但玻璃桥碎了还继续开放，不把游客安全当一回事的离谱态度，还是让不少人捏把冷汗，直呼不敢以身试险。记者唐全报道。